是马特洪峰，而我们身处的地方是瑞士最美的雪镇之一 Zermatt， 超美。接下来的瑞士之旅，我们将会度过两天在 Zermatt 探索到底有什么好玩。上一期影片我们在瑞士的 Geneva 分享我们的三天两夜如何玩，想知道更多可以点击右上方的连接观看哦。现在透过我们的视频来一起探索这个滑雪天堂 Zermatt。欢迎来到街的里，是雪啊，是雪，好冰，幼稚鬼。要给你们讲讲一下，我们怎么来到 Zermatt 和 Zermatt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。至于我们讲来 Zermatt， 从日内瓦出发的话，一共要坐三个交通工具。第一个就是日内瓦的火车总站，坐火车去到一个地方叫 VISP。在瑞士的火车上点了我们的早餐，来试试看的咖啡好不好喝？那火车上面没有 WiFi， 完全没有。跟你的电脑是不是不能用？没关系，还好我们这次用的是 U Mobile U Postpaid 98，包括瑞士在内，一共可以在63个目的地享受免费漫游数据。不管是在 Zermatt、Interlaken、Grindelwald。还是 Muran， 我们一直都有漫游数据在身边，而且在我们前往 Zermatt 的时候还能免费接听来电。像我们这样时常需要用到 Google Map 去找路线啊，有那个 data 真的是非常方便的。有兴趣的话赶快签购 U Postpaid 后付配套啦，更多详情可以浏览视频下方的 U Mobile 连接。然后再换乘巴士进入 Zermatt 的路线，到达一个中转站叫做 Touch。刚睡觉突然间睁开眼睛吓到他了，这个是你第一次来到瑞士的表情吗？最后最后才坐一个红色的火车才能来到 Zermatt 这一个梦幻雪地城镇。如果是这个方式来的话，其实我们用时用了大概三四个小时，蛮久一下。老实说，如果你有 Swiss Pass 的话，这全程的交通都已经包含在里面了。其实我们中途转的那个巴士哦，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地点有一个火车是没有运营的，之前我坐的时候是不需要转巴士的。是啊，都是全程火车就可以到达了。所以到时候你们看你的 Google Map 叫你怎么来就 OK 了。Zermatt 就在瑞士，而它是在阿尔卑斯山脉很深处的里面，所以造成了它这个套哦是被那个雪山围绕着的。对，它最出名的点就是它的那个马特洪峰 Matterhorn， 你们有看过那个巧克力吗？它那个山峰就是这一个 Matterhorn， 哦，那个金色一条，对，巧克力吧，原来是这样。对，很多人就是来瑞士呢，就专门会来到这一个小镇，它可以被称之为瑞士最美小镇之一吧。对对对，是真是真，这一定要来的一个小镇，超级童话吧，而且它春夏秋冬都非常的好看，绝对是瑞士的其中一个宝石来的。来到这里的活动，不管你是喜欢 adventure 也好，拍照也好，或者是在那边徒步也是很轻松，已经很好了。我们现在来的季节在十一月，其实有蛮多那些刺激的活动是没有开的，像 paragliding 啊 ，skydiving 啊，这些多数会没有运营。十一月为什么会是淡季呢？因为很多 adventure 的关，很多火车也没有运营，你要 maintenance。对，然后又没有的滑雪。哎，有啦，有我的滑雪，就还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滑。在这种时候来，是可以走一个比较优雅、轻松的路线。我们会带你去看看在 Zermatt 这个小城镇。哪里一边拍照最漂亮？有机会的话，我们还会看看这里的其中一个像是吉祥物的动物吧，就是黑臂羊。黑臂羊的头像，它叫做 Black Nose Sheep， 而且它是我们的酒店自己私人的一个小农场。我们现在还是要先去 check in 我们的酒店先。哇，你们看，我们的背景是马特洪峰，而且今天超清晰的，超幸运。哇，好震撼！真的很少机会可以看到这样壮观，或者是这样亮相的自己也没打算，太美了。小一粉丝 ，Hello， 谢谢你们的支持。OK， 没有问题，你肯定在啊。拜拜。Oh my god.
很漂亮，超级无敌美。虽然现在阳光下山了，因为刚刚吃一个饭，耽误了一些时间。不是下山，它还在，只是被云遮住了。哦，是的。很像它的火山爆发。那是火山爆发呀！现在突然间变到，就是千变万化，很多种造型啊，真的很舒服啊。是有一点冷、啊。不是有一点，是非常。OK， 走在这个小溪旁边。小溪的声音，看这马特洪峰的壮丽景色，哇，漂亮！各位观众，这是我们明天会去坐的火车哦，请敬请期待我们下一集。啊，雪！你不要丢我，我跟你讲、啊。夏天的国家人来到这个地方最开心的就是看到雪。哇！各位，如果你们有注意到的话，这里的建筑设施全部都是以木屋为主，应该是算是它的其中一种首屋。自古以来，他们的屋子都是以木材建造。对，其实很多瑞士的小镇呢都是这样。啊，看丁西啊，丁西超可爱啊。对了，还有一个小知识，就是你住在泽曼的酒店的话，它通常是可以来接送的，你只需要联系你的酒店，讲说来那个火车站。借你把那个行李带去你的酒店就 OK 了。嗯，说这说是我们来到了在 Jermas 城这里面第一个打卡点，就是这一座桥。它可以拍到那个河跟那个 Matterhorn 很正中间的那个角度。哎，周围都没有什么任何的阻挡物，而地点就在这里。对对对，这边有写那个 E-Bus， 这个就是那个桥的所在地，不是上面这座，是下面这一座，它可以拍到这里。这是我们今天住的酒店的房间，这酒店的名字叫做 Hotel Uland。 现在由我们最可爱的 Janice 来帮我们开箱这个房间，真的是太过好。我们来到了我们全班的酒店，我真的特别感动，因为这个酒店是完美，真的是太美了，还 upgrade 我们的房间给我们。首先先来看看它的这个室内设计，哦 my god，很温暖的大床。嗯，最主要是什么？我最木系，完全木系那晚。aircon 什么屁？小小的坐台，还有一个让你感觉你自己在暖炉里面。还听到那个有有我的声音吗？是不是很有那种森林？还让我们在那个意境里面。对，那个是什么？那这是一只羊哦。对，真的有一个很出名的羊，就是黑脸羊。黑脸羊啊？有我脸黑吗？哇，它是一个，好温暖。温么暖？讲温暖都没有温度。就是那种，它在那个摸着那个绵羊的毛。它有给我们一个 backpack，就是如果你去登山的话，用它 backpack， 真的好细心。还有。哦，地毯也有啊，这是地毯，这个是围巾。哇，给的东西好多哦。对，还有一个这个环保袋，环保袋，还有雨伞。Then， 这里就是有我最爱的咖啡机。OK， 这一路往长，这个没什么，主要是哦，下面有个迷你吧，刚刚和夫妇一样讲，而且这边里面的东西全部是 free of charge， 这个就是 nice。哦，好么端哦。哇，这个。真材实料的感觉，要带回去哦。哦，哦，好高兴，这种熟悉啦。嗯。怎么？怎么？怎么？这个是什么？啊，我感动啊！这不有个好吃的地图。哇，去杭州很多天了，终于停止。快给我们粉丝看现在这个焦点，快点啊，快点啊！哎呦，我们为你们揭晓为什么这个房间简历堪称完美，四季最感动的一天。主要也是天气好了。哎，怎么开？哎，怎么开？对，哇，来。看我后面吧，我的背景。你不要讲你大声吗？
真的很夸张，这一个阳台。如果你日出前的时候，你还可以在这里看那个日照金山。你不用去到极远，你就站在这里。哇，棒哎，真的是太一流了，这个景。哇，真的是煞必死哦，这个景。哇，千变万化的马达洪。有一层云。是差不多覆盖了它，那个很像是它的那种麒麟这样，很像一个哥吉拉的，哥吉拉后面那些鳞翅啊，就是它的背鳞在冒烟了，超酷。刚刚还是很完整的，现在那烟越来越高了。对，你们一看到有完整的时候，赶快拍，不然一下子不见了。自从来到这里过后，我的嘴巴就没有停止笑容，笑容不会断啊。最主要也是太阳出来了，太阳出来真的是哇，真的超级无敌美，这个地方我们真的好幸运，今天明天都是晴天、yes! 然后后天有可能我们要走的时候可能还会看到下雪，哇，这么梦幻的吗？好期待，我现在先去吃一个午餐，是在这间旅游局推荐我们去的地方，我们点了一个 ginger shot， 大家直接醒，我就呛了没？这样辣啊，浓缩的 ginger， 我是 shot 是这样子喝下去的，啊，不是直接暖胃啊，是不是整个燃烧了？也是酸的，开胃，一辣就开胃。是我们的食物午餐，那个 presentation 很诱惑的，很好吃，超美，它这个慢慢流下来啊，本来是很完美的，这个好像是什么，我记得我都是涂辣天亮天亮，还有 sweet potato， 装饰很美，像圣诞节的，对，我们在火炉旁边吃。很 crunchy， 这是我在欧洲目前吃到最好吃的。哇，你这个也太好吃了吧！这个生肉也很好吃的。好好好好好。嗯，来给我们看那个甜点。这个甜点太夸张了，他说 Instagram 不是开玩笑的，对，它是巧克力，可是它是白色巧克力，然后昨天我们上巧克力课程的时候他们讲白色巧克力不算巧克力，因为可可成分非常的少、里面巧克力在里面，会不会被惊艳？你不要假，跟你讲，我昨天已经吃到世界上最好吃的巧克力了、okay、这个不可能超越，昨天确实是很好吃，我觉得那个超级无敌好吃，看我们上一集瑞士，就是这个超 smooth， 虽然没有那个好吃，因为那个是有 almond 在里面，这个是很 smooth、哦。嘴硬，嘴硬，很丝滑，直接好像那种有一种入口即化的样子。真的，搭配了那个 raspberry 酱嘛，不会这么腻。嗯，那个酸来综合掉它的那个。Chocolate 的甜度，很搭配，很真好吃，而且附近有这些配料，那些 crumbs 都是这些水果一起吃，那个口味会更丰富，很厉害，对，厉害，真的，它的那个巧克力真的是太丝滑，丝滑到直接可以融入进去我的心，巧克力跟我的血融为一体，跳跳跳，掉不掉不掉，我整个就变成巧克力人，巧克力人，都不要夜夜黑啊，过一个桥就来到这里的 Old Town Square。嗯，这里是这一条直直走来呢，就是有很多 restaurant、纪念品店、酒店，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，还有什么？还有 market。是的，没有错。在这里你可以拍照留纪念，和什么留纪念？就是和这些 old town 的小木屋，因为这里真的是从以前都留到现在的木屋来了。除此之外，在这个中西点哦，这个他们叫做 community center 啊，他这个 Terrence 拍过去那里，
所以也拍到这个传统的木屋和马特朗峰的壮观景色。还有就是这一个也是一个打卡点来的，这个是他们叫做 Bronze Horn， 就是用铜做成一个很大只的一个喇叭。啊，其实是可以滑雪，超多人滑雪，对，自己带自己的装备来，或者是可以租。哇，超多，很巨多，好像是滑雪课程这样。哇，好舒服。多少钱？60。确实这边买东西会比较贵一些。哇，还好闷的，在几年我已经买了。这双鞋美不美？39块。39，三折。不好意思啊，跟小杨哥投资一下，39块，不需要200，不需要100，也不需要50，就39块，三折，只剩两双，只剩两双呗，那个你买是应该最后一双呀。好漂亮啊，这个小小路。是的，这个就是 German 留级说能走这条小巷，这里真的是最古老的木屋，很小很小的小巷罢了。可是它这里不是酒店啊，是当地居民住的是吗？好像是，这个区叫做 Hinterdorf， 这边的屋子很特别的，是古时候他们那些人住的屋子哦，下面是用石头堆砌上来，然后上面才是他们的屋屋的 structure。可能它下面会积雪，所以他们会把它建高一点。不可能！我跟你们说，刚刚我们往上看的时候，看这个，看到吗？看到。好上面的那屋子，哇靠！就是有人可以坐上去了哎。坐吗？坐吗？坐吗？就是我第一次来真曼的时候，就是那时候脑袋发烧，第一间 Airbnb。你爬到上去那边啊？那间 Airbnb 哦，要从这边爬30分钟上去，就是那一间。它除了是 Airbnb， 还是餐厅来的，而且的路不容易走，我跟你讲。天！我那时候真的是脑袋有发烧了。不过它真的是在高。好高啊！它视角很美。有一个很伤心的消息和你们说，那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成功的走到那个黑碧羊的所在处。不过我们有那个 Google Link 会放在 description， 你们可以跟着去。它开放时间是一点超短，1点到3点半的。超短。然后跟那个 museum 一样短。哇，是这边我发现最奇葩的东西，羊开3个小时 ，museum 开3个小时，没有羊开2个小时吧？是的，更短。如果中午我们要开更短，羊也要休息啊。没有，不是羊，是我觉得是人要休息。这个雕刻像下面就是木子野，是人脉旅游局介绍我们去的。很可惜，虽然我们遇到这个关闭时间，没有办法来，但是有机会的话你们可以来看看，因为是一个必须来的一个焦点之一啊。如果你对人脉的历史或者文化有兴趣的话，而且它是有 Swiss Pass 的人是免费的。是的，你在看外观只是一个像一个玻璃菱形的外观。其实它的真正的 exhibition 是在地底下，你可以去在地底下。这么特别？嗯，所以是很大很大的，很大。主要就是让人家看到19世纪的 German 人民或者是居民是怎样在 German 生存的，关于他们的那些文化啊，或者是这里的人第一次在1865年的时候登顶马特洪峰，很多就是关于这些文化历史的一个景区。嘿，我们现在来到了冬天的国家，怎么可以不玩这个？是的，确实没有错。日本有很多景点，日本有很多景点景区，还有很多很光壮观的美景。但是千万不要，还是不要错过，就是这里玩雪球。哎呀，爸！丢你的脸啊！跟你讲，送你们一块雪。各位观众，我们做的雪人帅吗？他嘴巴特别长，然后我的手特别冻，我的手在燃烧这样啊。好 ，OK OK。原来冰的那个这样冷冻，冻伤了。觉得吗？这边也是有超市可以逛哦。如果你是想要省钱，而且是住在 Airbnb 有厨房的话，可以来这边买食材过后回去煮哦。135块，超大条的 ，Toblerone。要买才动哦，不然不要动。有 SPA 的哦，有 pool， 有 fitness， 在我这间酒店。哦，
进的设施就是铺。那个假瓜他已经忍不住了冲下水了。快来跟我讲，你启动了什么埃及机关？你偷了什么东西？机关开启了，发生了什么事？你进不去啦！吓人，还以为是什么火山爆发，我可能不好，我刚才我们两个自己跑自己的，完全不管地方。我看我可以进得去了。电视四点到五点有一个免费的 tea time 可以 enjoy， 有一些面包 cheese salad， 在这里可以 order 咖啡或者茶，那些这都是免费的，然后还可以一些小糕点吃，这个是我们的 tea time。 今天的晚餐又是 cheese fondue， 哇、哦、这个是我最怕的东西，我也是最怕，不敢动。好不得多一个面包，一堆的面包，还有 cheese。吃看这里的 cheese fondue， 跟我们之前在 Geneva 吃的时候不一样。Geneva 比较好，不过粘稠。对。它不够粘稠，有点稀。不过是北派了，面向北派了。OK 啊，不错。因为 Geneva 这间是。Number one， 对，那个真的太好吃了，太好吃了，它应该是瑞士最好吃的芝士棒。我们叫这个呢是叫做羊舌，那这个羊舌呢是那一个 black sheep 的羊舌，让我们看网络上讲说蛮不错吃的，嗯，香，脆脆，那边还蛮 Q 弹的，而且这羊舌很嫩。Hello， 各位，现在是。早上了，昨晚的博物馆没有开，是非常的可惜。不过晚上也是没有什么东西好做，因为马特洪它被云或者是雾所遮着，所以日落的时候真的那景色就显得可能稍微有一点点逊色。所以今天就一大早起来带你们去看最后一个你最慢的地方，这个点离我们的酒店有一些距离，走路的话接近半个小时这样。不过我跟你讲，那个景保证是很美很美，非常非常美啊！那个距离真的是有一点远，刚刚应该要租一个脚车过去会比较好，那时候会比较省力。强烈建议你们早上出来看景色，真的，早上出来完全什么云都没有，是整个马特洪不会害羞，整个完完整整的出现在你面前。往上斜坡走，看到那个标志 Matterhorn Cervino。旁边会有一个斜坡上去，就上去吧，就还继续上啊！不光超大大，我超大大，不是开玩笑啊，很多阶梯，哇，喘不过去。这里爬这个 steps， 跟着你的节奏走，因为空气很稀薄，哇，真的好不简单啊！加油，要到了。各位观众终于抵达啦，就在这里，在这个 spot， 就是说传说中的 Matterhorn viewpoint， 你在那里非常有点比较高的地形里面观望整个 Zermatt 小城镇，包括 Matterhorn， 非常 nice。 在我的隔壁有很多人也是在这边拍照，全部都在待命中，你看全部都在等着那一个黄金时段，那就是在这处的时候，马特朗峰山顶是第一个会被照射的地方来的，而它照射的点是非常的独特，并不是整座山被照射到，而是一点点山顶的部分地区。各位真是太漂亮